阿弥陀佛，大家早上好，欢迎参加纽约东初禅寺周日线上的佛学讲座。今天我们很荣幸能够再次邀请到常护法师为大家继续开示《华严经》。相信经过上一次的讲座，大家对《华严经》都是非常感兴趣，不知道有没有找来读一读？好，那么今天我们就继续听法师讲《华严经》。讲座大概一个小时，结束后如果还有时间呢，会开放几分钟给大家请教法师问题。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正题。大众请合掌，向主讲法师常护法师一问讯，恭请法师为我们讲经。好，感恩大家，阿弥陀佛。哎，我们又见面了。那这个礼拜我因为在香港道场啊、有大雪，然后有装修啊、着实是挺忙的。内心也一直惦记着，哎呀，我这么忙，哎，是不是会影响到备课？那我这个讲经的时候怎么办？不过这一切还是顺利的啊、这是。感恩诸多因缘的一个成就，来练习我们的时间管理。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这个华严经的来源，哦，那主要就是有60卷华严，那它的来源有慧远的弟子，哦，然后智法林从于田国请来了这个梵文36000偈，然后在这个晋朝的时候去把它译出来。那在19世纪，哦，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敦煌的这个石窟啊、有大量的这个经文出土，那后来也发现了这个戊戌卷本，那它同样哦是由佛陀跋陀罗他所译出的，那内容的差别不大，所以大家还是以60华严为代表。那知道哦，这个武则天她因为崇尚这个佛法。也知道，哦，他也知道于田国藏有梵文全本，所以就派遣使者前去哦，这个恭迎这样子。那于田国王，哦，当然也非常的客气哦，他不只是把经文随送而已，他也派遣了精通三藏，也就是在他们国内最优秀的啊，这个释迦南陀法师，然后。随着经文一起来哦，那从事这个译经事业，那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让我们啊、后世能够有更完备、更完整的这个因缘来观看到哦这个80卷华严。那另外呢，40卷华严呢，是在比较后期，那它的来源啊、是由这个南天竺的这个乌图国王，然后他手书，他自己对佛法非常恭敬，然后他亲自手，然后写完之后呢，然后进贡这样子。那当时候的唐德宗，他拿到这个经本之后，他非常非常的欢喜。那当然哦，请这个北天竺的这个济宾国的这个般若三藏法师，然后主持这个翻译这样子。那等于是再把后期的这个入法界品哦更加的完备。那其实华严经的这个数量哦，它到底有多庞大哦？那在这个经文中有记载说，我们现在所收到的这个算是下本，然后这个下本呢是文殊师利菩萨跟阿难菩萨呢哦是在铁围山间集结的，然后。它一共有10万偈，那我们后期所得到的大概就是36000偈到45000偈这么多，然后中本经呢，就更庞大了，它有49万偈子，然后1200品，然后上本经更不得了，它的偈子有13000大千世界微尘数的偈子，然后14000天下微尘数的品类，那。这两本、我们光是想要知道这个数量都已经这个无可能测了。
更何况是去读诵它。所以他这边有讲到说，这个呢，就真的不是我们阎浮提啊、娑婆世界的这个众生是有能力能够去持的。那菩萨想到这里，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点遗憾？哎呀，如果当时候这个武则天再努力一点，啊，如果这个雨天国的国王，啊，如果能够更加的努力一点，我们是不是有机会去看到这个十万众的？那事实上，这也是一种说法的因缘。哦，那这个你们真正去把《华严经》打开来看之后，你们又发现，即便这个经本它是45000偈所完成的，但是它丰厚的数量真的足以让我们改变我们的学佛的一个世界观，甚至重新让我们开启的一个认识佛法的一个角度。所以，即便它的品类是80卷，我们所持的是下品，但是你们也一定要去读，要去看。哦，那上次提到它的经题就是在汪洋葱茏广大西北者，也就只有大邦广博华严经而已。哦，那它所强调的就是这个大广，然后佛它的这个成佛的果，然后还有这个有诸菩萨他所呈现的过去诸佛他所修的这个菩萨道的这个因，所以这个经题是这个样子。那到底华严经它是在讲什么呢？寒山大师他曾经对这个三大部经做过一个注解，他讲说不读楞严，不知修心迷悟之关键。不读法华呢，不知如来救世之苦心。不读华严呢，不知佛家之富贵。所以 他称为这个经中之王呢，其实是真的是当之无愧。那他这个富贵呢，真的他不只是在他所形容的这个诸佛的世界，那甚至具细迷离的把这个诸菩萨他们过去所修所行的这样的一个种种的内容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你读完之后，你真的能够去体验到寒山大师他为什么讲在佛法中的富，然后佛法中的这个贵它是远超越这个世俗的。那这里又谈到说那既然华严经要讲的就是佛的果德，佛的果德那又是什么呢？是不是一个很巨大很庞大的一个什么东西？其实不是的，诸佛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众生。佛的果德其实很简单的表露就是什么？他的悲愿心、心心念念都在众生，这个就是佛的果德。它并不是一个我们觉得无上的、高广的那个方向，反而它落实回来的其实就是他对众生的一个护念。那这边我们就试着来分享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理解，然后怎么样的去修持这个华严经那我找到一个资料，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这个沈嘉珍居士他曾经也有讲过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那他提示了三种修这个华严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提醒第一个就是什么这个对象要无量。因为这个环境它是非常开广大的，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之后，知道说，那我们在拜佛的时候，是不是只局限在我们佛堂，或者是只是局限在我们眼前的这一尊佛，或者是佛像呢？哦，不是，有了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气度之后，你在拜那尊佛的时候，你想到了，你拜下去的是什么？无穷无尽的佛。当你在做什么好处的时候呢？你就是把这样的一种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个广大的心量、胸襟，都把它扩展开来。哎，这样是不是不一样了？你在做一件好事的时候，你想到的是无穷无尽的众生；那你在恭敬礼拜、供养的时候，你想到的是无穷无尽的诸佛菩萨。你看，一下子就把我们的这个心量跟气度怎么样，整个格局打开来。那再来呢，是这个境界要无限，
那通常我们对象的时候讲到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有情众生、有寿命、有生命的这个众生。那境界指的就是一个环境范围哦，所以呢，我们在礼拜的时候的这样子一种虚空、那种法界的这个心量，整个把它打开来哦，从自己所居住的房子哦，自己所居住的范围、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然后到这个州、到这个国家、哦、到地球，甚至在不断的去把它扩大哦，所以从时间上、从空间上，然后从物理上，然后从心理上。我们都是一种非常开广的、非常宏大的一个气度，哦，所以你会觉得说，哇，当我们心量这么广、这么大的时候，啊，事实上怎么样？自然而然，我们所转换的那个心态，对于小事，我真的，这个基成法师讲，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的烦恼其实就是两种，一种叫做鸡毛，一种叫做蒜皮，啊，当然你是从这么广大的心量，那回过头去看的时候。自然哦，我们的烦恼可以减轻非常的多。那再来哦，谈到这个时间的哦，这个其实经文中的每一行哦，后面都会有讲到，就是念念相续，那无有间断，那生与意也无有疲厌，哦，就是菩萨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态度了。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的时候哦，能够散发出来那一种悲愿心呐。哦，是或者你当下很发喜的那种心境，也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然后去把它散发出来，散发出来，散发出来。所以时间、空间，哦，然后对象，然后生理，然后心理，啊，还有物理，哦，这全部都把它涵盖，然后就是无限的宽广。那这样的话，真的我们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太自在了。甚至你能够开启说，哇，真的我。无时不刻跟诸佛菩萨同在的那种心态。好，那《华严经》要怎么去读它呢？其实它不难。那我们可以回到最原始的这种信，而且这种信从一信，然后到全信的这个角度去建立。那稍后我们会去从其他各个章节来补充这个区块。最主要的就是从信入手。那这里谈到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时空科学它谈到了这个哇，十方无量的这个诸佛国刹 那我们先不谈那么远，我们谈到比较近的我们的地球。大家知道地球它自转的速度，它每一秒钟事实上它移动的速度是465公尺。那如果你是在赤道上面的话，那代表说你在赤道上面的这个移动的速度其实是每小时1674公里它已经超越了飞机哦，这算是超音速的等级了。当然如果你在北极呢，它移动的速度稍微小一点点大概是1000多公里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在北极的极点跟南极的极点的话，那事实上你是在原地转圈圈你就没有动。那从这个点我们去看哦，那我们每一分每一秒就是每一秒钟，事实上地球就已经移动了400多公尺。但是因为我们跟地球是等速移动，所以我们没有去觉得。但这在讲什么？这个宇宙、这个世间、这个万物。它就是念念刹刹刻刻，它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变动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去引发我们其实这一种无常的一种思想要在有这样的一个无常的思想，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去延伸回过头来去要去深入了解到这个诸佛菩萨的一个广大愿行的时候。我们这个信，有些时候我们怀疑，哎，怎么经文讲的是这么的殊胜，这么不可思议？是不是我善根不够？不是，哦，我们马上这个无常的角度一应用的时候，我们一信就提起这种全信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哦，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要知道，你的信心如果你还不到登地菩萨的时候，它就是怎么样？
会移动，会变动，所以也容许也接受自己有些时候心性会上或下。那一觉察到的时候，就反过头来知道，哎呀，这个信心不具足，它也是无常。那把它转回来，哦，把无常的这个信心不断练习，让我们对这个佛大乘佛法的这个高广宽大产生一个绝对具足的一个信心。好。然后这边做一个有趣的一个模拟哦。这个是火星，那这个好奇号，它呈现给我们看的这个火星世界，有没有看到？当然它是一个模拟的状态，可是我们就在举手投足之间。然后就看到了这个火星表面的这样的一个什么360度的动态。那谈到这个，因为之前有因缘到加州去参观这个太空科学有关的这个这个区块，那刚好跟里面的我们的菩萨这个非常优秀的精英菩萨，那在这边。去谈到说，这个好奇号它是在2012年它着陆到火星的，那它飞的时间大概是飞了1年多然后着陆。那我就问他说，那从火星的资料传送到地球要多久？然后你看嘛，这个无线电波它的速度从光速的角度来看就是1秒钟它是30万公里，那。火星跟这轨道整个在运行的时候，离我们最近点是5600万公里，所以你看哦，5600万再除以这个什么，除以这个30万等于多少？哦，起码也有200多，对不对？所以说，从火星上面的一个实际的画面产生，然后到我们地球去接收到的时候，它已经产生了这么长的一个什么？时间差了，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状态来看的话，我们所看到的已经是怎么样？几分钟、几秒钟，或者是几天，或者是几光年以前所传送出来的光，而这个光是持续在变动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到底？哪一个是真相？哪一个是实相？我们看到了已经是好几分钟或是好几个小时以前所传递过来的，我们看到的不是当下的那个状态，乃至于你跟我之间，虽然距离是那么的近的，可是事实上那个画面的呈现是什么？它还是有。时间差，从他做出这个动作到我们接收的时候，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观念建立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件事情的虚妄相的时候怎么样，你就会知道，哎，其实我在生气的时候，我是对着什么？几秒钟的一件事、一个相、一个念头在生气，你已经不是在对着那个对象在起情绪了。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实？所以我们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件事情吗？不要。那反过来我们做更有意义的事情。那这边是一个谈到说相的一个相互作用，我在这边，然后可以让大家去看到火星的一个表面，所以有相互影响，对不对？那声音呢，是不是也可以？我们看。一个音叉敲过去之后，另外一个音叉它马上接受到这个波之后，它也被互相影响了，有没有发现？声波互相影响。那再来呢？诸佛菩萨的一个念，跟众生的一个信念，会不会相互影响？我们从贝尔实验室的一个实验可以看到，从一个光点，它发散出来的时候，随机发散。结果随机发散在两端接收的时候会发现什么？
竟然啊，这个光点它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光点。哇，这样一听，我们会觉得难怪啊，诸佛菩萨啊，在甚至在无量劫以前的诸佛菩萨，他们就已经很明白的去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要谈的是什么？是科学还是佛学？我们进一步来看哦，他们刚才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可能是觉得说啊，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距离太短啊？所以他再把它拉到从宇宙一个80亿光年的一个光点，然后去把它呈现出来。那这个呈现出来的时候，然后透过这个反射镜，再透过雷达去截取，那所得到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众生的每一个心、每一个念，都在相互的影响当中。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散发出好的念？要。这就是刚才我讲说，我们不要去反着做不好的事情，而是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之后，我们要去实践的，要去做的，要不断不断的去做好的事情。那你越做，你就越明白哦，三世诸佛的那个身心、那个用心、那个悲愿心、那个菩萨心。好，那在这个什么《环境他有提到哦，当然我们刚才建立的稍微建立一个世界宇宙模型之后呢，《环境这边提到说，这个此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的一劫，就是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哦，经过一劫这么长的一个时间，其实在极乐世界怎么样，也才一天呢。那这个观念怎么成立？你看哦，我们的年是怎么算的？我们的年是来自于地球围绕的太阳，然后这个公转一圈，所以代表一年，对不对？那水星的年呢？那火星的年呢？那天王星、海王星，甚至冥王星的年呢？它一转一圈是不是这样？它绕着太阳一圈的这个年是不是多好几倍、好几十倍或好几百倍、好几千倍？所以时空的架构就这样形成。你可以想，地球在这一边，然后过了10万亿佛土之后，哦，过了这个10万亿佛土之后怎么样？的这个有世界名为极乐。那如果是一样以太阳为核心点的话，那不难想象说，哇，那它如果是跟我们同样同在一个平面的一个时间计量单位的时候，你就不难发现说讲的是真的哦。那在地球的一节啊，在他那边也不过是一天，就是这个意思啊，非常有趣的哦，这个时空观念。那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华严经》，它要让我们更开广的啊一个世界观。一个宇宙膨胀的时候啊，是在138亿啊年以前，光年以前，然后在不断不断的，哦，我们这个是从大到小，从过去到现在哈，哦，你会看到从138亿，然后慢慢变到1亿，那1亿光年里面是我们人类现在目前可以发现到的这一个银河系里面，啊，它是1000万光年，然后再慢慢慢慢的往内缩，往内缩，往内缩的时候。我们慢慢能够看到什么啊？比较小的、比较近期的这样的一个星团哦，那这是100万光年。那再来呢？哦，慢慢进入到3000光年。那在1000光年的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开始看到这个太阳系了。然后再向内缩，再向内缩，再向内缩的时候，哦，30光年，就是光要跑30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哦，我们会看到我们越来越多跟我们熟识的这个星云。那在1光年里面，哦，就是光，哦，它跑1年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慢慢看到更清楚的，跟我们更这个就是
也是我们的外太空，但是是比较近的。那在接近的时候，不断的去看到这个向内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熟悉的这些星体。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从138亿光年，然后到我们所熟知的地球这样子，透过这样的一个演示的时候，我们虽然可以讲说过了好几个念头了，可是它也能不能够在一念，在刹那中就形成？可以的哦。所以大家掌握了就是掌握了这样的一个时空，然后一个历史，然后还有一个宇宙科学的这样一个空间观念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就是一念就到了无量的诸佛刹。然后诸佛刹如何怎么样无量的诸佛刹，无量的诸佛世界如何能够入于一毛端之中，明白吗？刚才宇宙大爆炸的那个基点爆炸出来的时候，你看是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微细的一个点。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于一毫端，然后一毫端中现三千大千世界，这件事情成不成立啊？成立哦，完全成立哦。所以这是过去无数诸佛他们都体验到的一件事情。那现在我们有这样子比较简单的一个科技能够去呈现出来，那你要想哦，佛陀他当时候在讲这部经的时候的当时候人的世间观，如果他没有这个时间观、空间观、宇宙观的时候，他讲完之后大家会怎么样？会不信，对不对？所以有人谈到说，哎呀佛陀他成道之后，然后为什么他不说法然后梵天的清法之后呢，佛陀思维之后所讲出来的第一部经典是华严经，那讲述的对象是谁对诸佛深具信心的，也不断的以着诸佛为这个果位的这样的这些诸大菩萨不断的在修行。所以我们会明白说，为什么刚才经它会分下品、中品、上品。如果众生的根基不够，你去碰触到这些的，我们可以讲说不可思、不可议的这个境界的时候，那我们一看到这个就会怀疑，你讲的是不是真的？你讲的是不是对的？对不对？众生多疑嘛，对这个正法、善法福报不足容易产生这个怀疑信心。所以透过这个简单方式，让大家建立三千大千世界就在一毫端，一毫端能够呈现三千大千世界。这件事情你深具信心之后，哇，你在读华严经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畅快，非常非常的自在这是不一样的那分享给大家，请大家要记得这样的一个观念，把宇宙时空观念都建立好之后，然后用这种全信的方式来读这个华严经。那这边有一个蛮有趣的这个比喻就是法藏大师。那法藏大师他当时有参加这个八十华严的这个译经然后他这一辈子也讲了这个华严经讲了三十几遍然后有一次呢他被这个招请入宫，然后呢这个午后呢武则天他就提出了他对这个华严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子。那他用非常简单的这个就是这个皇宫内的这样的一个金狮子做了一个比喻那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善巧跟非常非常的机智的也完全呈现出法藏大师他对这个华严经的一种深入的了解那我们可以来看看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也不是那么的懂，但是呢试着不断的去了解跟熟悉这样子。那这个十玄呢它又叫做这个十玄缘起无碍法门，或叫做一圣十玄，那就代表说从一门到多门，从多门又到一门的相互融通。然后它这个十玄跟这个六相基本上就是华严中的这个基本教理基本教理。那可以看到
它从这个总相跟别相，然后从静到质，然后从相到体，然后从空间物质，然后到时间，然后从六相里面切入，就是相入、相即、无尽，然后差别显影跟存杂。好，那后面的这个师门，我们稍后会用一个比喻来讲。好，就是同时具足，或者是一多相容，或者是诸法相即，或者是因陀罗网境界，或者维系相容安立。好，那简单的讲，就是说金跟狮子同时成立，就是金狮子它是纯金做的，对不对？所以金狮子是纯金，纯金是金狮子，那这两个相同时成立，对不对？然后再来就是金跟狮子它相容成立，所以你在看金的时候怎么样？你认为你从金的角度你去看它的时候，它是金。然后你从狮子的角度去看它的时候，它是什么？狮子，对不对？然后再来呢？哦，就是它的一一的毛发啊，一一的狮子剪，眼耳鼻舌身怎么样？金狮子的眼是不是金？是啊。那金狮子的耳是不是金？是啊。哦，然后每一个都是金，可是怎么样？它呈现出来的这个功能怎么样？那不一样。哎，这个是它眼，是它耳，它是鼻，它的身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一一毛处，哦，就是因陀罗网这边传达说，它的一一毛处都有金狮子，每根毛里面就代表的一个金狮子，啊，这里谈到就是一个金狮子的一个整体，哦，那这个整体能不能遁入到这个金狮子里面的一根微毛一根毫毛呢？可以的，哦，所以从这里就是要提高出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哦，相互运用、相互作用的一种思维力。哦，那这个思维力你提高之后，你去要去读到这个重重无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它不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好，那这边后面所谈到的就是显跟隐，显跟隐，显跟隐。那简单来讲，就是说，当你完全投入在这个经上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金，它当你完全投入到这个狮子上面的时候，它就是狮子。所以金的性质跟狮子的这个外向，它就是又隐又显，或同时成立，哦，或同时相容，或同时交杂，它是 具有这样的一种非常有趣的一种相互差别现象。哦，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慢慢能够去体悟到诸佛菩萨的这个境界。那这边有比较白话的部分，这是由日本的这个华严宗的学者木村清孝先生他所做的一个描述。那这边也谈到说，如果从第五就是如果从狮子的眼中纳入狮子，那一切都是眼。然后如果从也就是说这个金狮子的眼里面纳入这个金狮子的话，那它能不能呈现出无数的金狮子的眼？可以的，那你要纳入他的耳的时候，他能不能呈现无数金狮子的耳，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宏度，你要去把它打开来。好，然后最后他谈到说，这个狮子它本身代表了是一个无明就是众生的一个无明，从金狮子这样的一个相呈现出是无明。但是金又代表什么其实它是至高无上的一个真理。那这两个把它合并的时候事实上是怎么样就称之我们的赖耶其实赖耶就是怎么样能藏嘛，对不对？那赖耶里面也能藏的什么样？也藏着这个什么真实不变的这样的一个真心。可是佛是佛，众生是众生。我们必须透过修习，他有这个本性，他有这个具足，但是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透过修行，这个本性，他才能够怎么样？慢慢的显露出来，他一直都在，他没有离开我们。可是怎么样？因为众生的业故，所以他没有在一时显露。但是我们要绝对相信，他不曾离开我们的。所以这个是修学的一个关键。
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在啊《十人品》里面曾经提到说，众生啊无夫也无解脱啊，一切世间啊不可说。那世间呢，非来非内啊，亦非外啊，就像水中的电光像啊。他谈到就是，其实这些都是虚妄的。可在虚妄里面，你又能够去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真实应用。所以学佛学佛，我们必须要具足一个在真实里面去看见他的虚妄相，然后在虚妄相里面去建立对真实修行的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两者一定要同时具足，不然我们学佛的时候就会容易因为虚妄相，因为不真实相而产生了一种消极，一种断灭空啊，反正这一切都是空的啊，那我干嘛要努力？你如果有这个心态，就是你对空之见的建立，那就是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空之见的建立还不足够，所以你必须要去把它圆满。所以如果你的无常拿来的就是一种消极的，然后就是一种压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你的无常观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一定要改变，因为代表说你对佛法最基本的原则无常跟空你的理解错误了，你要把它改正。好，那我们再来谈这整部华严经八十卷它的架构到底是什么。其实它的架构不难，它谈到的就是信解行证很简单它从不同的章节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品目，然后去谈到了如何我们增长我们的一个信心，然后我们应该如何的去理解诸佛菩萨他修持修正的一个过去。那再来行的部分就是我们看到诸菩萨他的行，他的悲愿行他的广大身行，我们试着去学习，然后试着去启发自己这样的一种身心，然后也愿意努力修行，然后到最后就是正的这一块所以整部华严经他谈的那是这四个架构是这四个架构。那这四个架构它散布到这个所谓的七处八会就是七个场所七个地方。然后一开始是这个菩提场，就是在这个菩提伽耶然后再来这个是普光明殿，然后慢慢的呢上升到不同的这个天宫。那我想要上升到这些天宫呢，因为这些天宫的天柱他们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哎呀佛陀你来得真好啊，过去来尊来尊佛也曾经因为他成佛的因缘然后来过这个地方，哇好有意思哦就是说你在翻开这个经本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谈的不是一尊佛成佛的一个状态，他虽然是从这里为出发，可是他在谈的时候是同时也把过去无量诸佛他成佛然后曾经在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天的天宫里面，然后也曾经因此为这个天的这个天宫在那个地方怎么样说法，所以他们是在呈现一种举证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会很欢喜，然后觉得哇这个真实的，而且他不是只有一佛出世，而是已经有无量无数的诸佛出世，所以这件事情增强我们的信心，代表什么样？修行有用论，知道吗？修行是有用的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从七处七个不同的地点，然后呈现出不同的会，然后这个会所就是他所说法的内容这个方向不一样的。那从人间讲到天上，再从天上讲回到人间所以非常非常的精彩那再稍微看一下他这个会所然后的跟法门的分布做有菩提场，然后会主是普贤菩萨，然后他要谈的就是如来的依正因果那再来普光明殿呢出场的是文殊菩萨，那跟我们谈的是这个实性的部分。那刀立天宫所出场的是这个法会菩萨，那就由他的提问然后让我们去了解到实住。
那在夜摩天宫呢是功德林菩萨，那借由他的提问，我们了解到什么是菩萨的实性。那在兜率天宫呢，是由金刚川菩萨他所提问，那我们是了解到了什么叫做四回向。那在他化自在天宫呢，是金刚藏菩萨的提问，那让我们去了解到什么叫做十地。那在普光明殿呢，最后是由佛陀 他再一次的透过这样的一个光透过这样的一个音透过这样的一个神通所示现出来。然后再接着呢，就是一样是在普光明殿由普贤菩萨。他提出了很重要的2000个问题。好，菩萨他不提问啊，一提问就是怎么样，2000个问题。好，然后最后再回到了这个聪哥讲堂，然后所谈的就是善财童子他在110个城所遇到的53位善友。那简单的从七处八会去对应到60华严的那每一个品目所谈的这个内容，这个只要简单看过就好。那这边讲到说它有5重因果嘛，第一会所谈的就是卢舍那佛他的果德，然后跟当他以前为庄严童子的时候的一个因，然后第二会。到第六会所讲的就是实性、实住、实行跟实回向，等于是菩萨的这个52位劫的一个呈现。那再来就是平等因果，是普贤行品跟如来出现品他所谈的。然后在称行因果的时候，就谈到这个理世边世间品所说的8相成道的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到最后的这个证入因果，入法界品，就是因为诸佛他已经证，然后善财童子他借由他一处所一处所一处所去参访的时候呢，他 参访完，然后他就误入了那位菩萨他的殊胜这个果位，所以后面他谈到的就是这个借由这个善财童子的一个示现。然后就在修学参学的过程里面，一个位阶一个位阶一个位阶的去证道这些善知识所教他这个法门，所以 这整部经他要讲的就是一个大乘佛教的一个核心，他除了要讲说是佛陀当时在菩提盖亚的菩提树下他所证悟的境界。以及那个境界的一个内貌之外，他要谈的我们前面讲就是那种利他的愿心，那种慈悲心，是因为那种慈悲心，是因为那种利他的愿心，才带着他走向证悟之道的。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华严经它展现了大乘佛教的一种利他，然后跟一切众生共同成就的。根本精神，所以这是他富贵的地方，好，那成观大师呢，他曾经有做这个寄送，那他是依着80卷本为主题的，然后他从这个寄送里面简单的去讲，你如何从这个寄送然后去了解华严经在它的分布跟定类这样。好，那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时间呢，我就试着把这个每品，那它大概在讲什么，做一个浓缩集合这样子。那四祖妙音品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当那个时候，然后佛陀他坐在菩提座下，然后于一切法称最正觉，然后自入三世，过去、现在、未来，悉皆平等。然后其身充满一切世间，其音普遍四方国土。我们可以从一个光的角度，当然从光的比喻还是不够的。其实
也可以从光，然后去讲到所谓的一心。我们讲到说，在修学佛法过程里面，一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重要？你看，当你是一心的一个合集的时候，然后假设说它的速度是像，因为我们现在人世间能够探到的最快的速度就是怎么样？光速，对不对？从这个点打到那个点。如果距离是在比较近的时候，我们发现就在一刹那之间，这个点触发，然后到那个点就已经是结束了。那一心也是类似的，它就是一种心力的非常强大的一种凝聚。所以为什么环境它会谈到说你触发心的时候就已成正觉？就当你真正能够契入一心，然后修学佛法的时候，事实上怎么样？就像光的速度这么快，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它就已经是结束，那诸佛菩萨的功德当然更殊胜于此。但是诸佛菩萨他的一个心念所呈现出来的时候，在一刹那间，他为什么他就能够去遍及一切国土？哦，这个是我们从这个点就能够去稍微的去了解到。那佛陀他成佛之后呢，无量无数的菩萨、众神、各天的天子、天王，然后八部龙神等等，他们都出现，一一的出现。然后出现的时候，都是讲他就是因为这个世尊他在往昔修行的时候，所曾经跟他们结过这个法缘，曾经结过这个善缘，然后他们要经过无量无数的时间。他们也各成为菩萨、众神哦，各天的天王、天主，然后他们也都有持着一个法门，而这一些菩萨所持的法门的总和就是来呼应到什么？佛陀他的这个整体。所以《华严经》它里面又有一个呈现，是我们觉得哇，佛法非常，就是这个佛陀他非常慈悲圆满的一个状态。他出场的时候，他并没有说 "I'm the boss"，他没有说我是主角，你们都乖乖的听着。不是诶，他出场之后呢，反而就是让无量无数的这些菩萨，在无量无数的这些众会中，一个一个起来，然后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讲，一个一个讲。所以我们禅宗不是看到有一些篇章嘛，哦，哪一天哪一个祖师，然后上堂，然后上堂之后他就下堂，然后一字一个字也没有说，对不对？啊，我一直以为那个是祖师原创的，那读完《华严经》之后才发现，哎呀，呵呵，祖师也是学《华严经》的，啊，所以上堂没有说法，然后却以说法性啊，这件事情其实最原始的版本就是《华严经》。那再来是如来现象品，然后这个诸菩萨就问：如何是诸佛地？如何是诸佛境界？如何是诸佛加持？如何是诸佛所行？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之后，那个时候佛陀他知道了诸菩萨的一个心念，然后即于面门众矢之间，就在面对着大家的这个状态里面，他就放无数的光明。然后在放无数的光明的时候，就在他的光明所及的这个范围的所有的众生怎么样，就被他的所放出来的光，然后所放出来的音怎么样，去度脱去摄受这个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就他没有实际的说法，就只是用光跟音，那这些菩萨与会众就领略到了。好，那再来呢？一样，这边谈到的这个卢舍那品，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 一毛孔中无量佛刹，然后于一尘内维系国土，那一切尘的悉于中住。那这是刚才就是在卢舍那品里面开始呈现的。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卢舍那佛，这个卢舍那佛。在奈良有这个什么？有这一尊佛。那这个卢舍那呢？它事实上谈的就是什么样？遍一切处，
然后光明遍照。那我们有没有同时就去回应到说，哎，那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无量寿佛也是什么？无量光，无量寿。所以从刚才我讲的那个光的一个比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为什么我们从来不离诸佛？哦，就是这个意思。哦，这非常重要。那再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普贤三昧品，就是说这个净法界、虚空界、十方善事维系无碍广大光明，佛眼所能够见，佛力所能够到，那佛身所能够现的一切国土，然后一一的微尘中有这个世界海微尘数的佛刹，然后就是他就讲说无限中的无限中的一个无限，那普贤菩萨他的一个大愿力，却能够在无限中的无限中的无限成就出无限的普贤菩萨，而且无限的普贤菩萨都能够住到这个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的这个藏身三昧。哦，所以这个时候诸菩萨呢，就赞叹了普贤菩萨的这个功德无量，然后并问到说为什么会有成就这样的一个国土，然后诸佛何以能够出现，然后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众生世界海，然后下面的篇章就一个一个的去回答。那这边我们去谈到说普贤菩萨是怎么样，那三曼多木多难，那就是遍一切处的一个吉祥，那翻译也是怎么样，无所不在的光或无处不有的一个词。所以你看到其实这里从刚才那个譬喻就谈譬如遮那佛、阿弥陀佛，还有这个什么普贤菩萨，他们那一种心的力量非常非常的一个广大。所以顺便我们帮这个普贤菩萨打一个广告。在《悲华经》里面曾经有提到为什么这个普贤菩萨他的心愿能够超其他的菩萨呢？因为他曾经在敏图王子的时候，他就有发愿过，他希望他在修学的过程里面要超越其他的菩萨，所以这是他的广大愿景。那他在因地的时候，他就曾经去发了这么大的心。所以在华严经里面又特别的赞叹普贤菩萨。然后这边也顺便再打一个广告，如果呢有无量无数的这个珍宝，你拿来做这个供养的时候呢，这样的功德百不及一、千不及一，乃至无量无数的不及一都来不及一怎么样普贤菩萨所讲的十大愿这么的殊胜。所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行怎么样，哇，听了之后法喜充满，而且怎么样，要如理思维，如说修行。再来呢就是这个世界成就品就是说刚才不是做了很多的提问吗，然后普贤菩萨呢就依着这样的一个提问怎么样，慢慢慢慢渐次的一个回答。好，那再来就是华藏世界品，然后华藏世界品是普贤菩萨在以他的神通继续为众生去开眼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华藏世界。那再来呢这个毗卢遮那品，那从这一品起普贤菩萨他讲的其实就是怎么样，毗卢遮那佛的这个因地，那以前叫做大卫光太子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再来是如来名号品然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世尊他在摩揭陀国的这个阿兰若法菩提道场之中实成正觉，然后呢这边就谈到了说诸菩萨的十住、十行、十藏、十地、十愿、十定、十通、十地，从这边又开始去铺陈到下一个场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文殊菩萨以佛神力，然后普观一切众会，然后开始宣说。那在这个第四圣地四圣地品谈到的就是苦圣地啊、苦集圣地啊、苦灭圣地啊跟苦灭道圣地。然后好有意思哦，这一品就是说，这边的苦在这个娑婆世界又叫做罪，要做逼迫，要做变异，要做攀缘，要做聚啊，又做刺啊，巴拉巴拉巴拉，好多好多。然后他讲说，在这个娑婆世界你要说四圣地的话，光是他的名字就有400亿10千的这样一个数量，能够去讲到四圣地。好，那再来就是光明品的部分，就文殊菩萨他讲完四地之后呢，然后佛传他从他的足底放光，然后十方世界受到这个光色就开始做大震动。然后再来呢，这个文殊菩萨他开始占有这个佛陀的这样诸功德诸行为这样子，然后每占一个偈子，佛的光就怎么样，就再放到更远更大的一个世界这样子。然后随着普贤菩萨的一种歌咏赞叹的时候，那这个光也就散落在这个无尽的这个时空里面。所以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什么华严盛会今犹未散，哇，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你也觉得哇，好感恩好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哦，然后渐次呢，其实每品它的这个内容就是由菩萨提问然后由菩萨回答有意思的是这个样子哦，菩萨提问，菩萨回答，菩萨提问，菩萨回答，然后世尊就只是出现，然后放无尽的光，放无量的光这样子。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那这边我简单的讲其中有一品我读到非常殊胜的，就是初发心功德品。然后你看哦，欲得最胜第一道，为一切智解脱王，应当速发菩提心，永尽诸漏利群生，十方世界诸众生，欲解方便亦所行，即以虚空即可测，发心功德难思量。那再是发心广大等虚空，生诸功德同法界，所行普遍如无异永离众着佛品等，一切法门无不入，一切国土悉能住，一切智境皆通显通达，一切功德皆成就，三世一切诸如来弥不护念出发心，悉以三昧陀罗尼神通变化供庄严，欲知一切诸佛法，宜应速发菩提心，以此功德最胜终最胜必得如来无碍智，欲见十方一切佛，欲是无尽功德障，欲灭众生诸苦恼，以因速发菩提心。这也就是讲发菩提心的一个功德。那怎么发心，怎么发心，怎么发心这边很有意思，就是说你看了华严经之后，然后你想说怎么小世界变成大世界，大世界变成小世界，你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的时候，然后你想说我想要发菩提心，然后来了解这样的一个世界相的时候，你光是这样子，然后以此去牵动你要发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你已经是去向佛道了。所以你看发菩提心容不容易，发菩提心殊不殊胜。所以你们如果看到这里，赶快发一个菩提心发一个要成佛要利益众生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今天呢的这一堂课你就会怎么样，值回票价。那以下呢是各品的这个略说，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实在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去讲述。那总之呢这个华严经它的次第，它的架构是非常的章节分明的，真的不难读真的不难读。所以我也非常的鼓励大家，真的有因缘的时候，然后能够开始来做这个读诵。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交回给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谢，感谢传呼法师精彩的开始。这个经过开始之后啊，大家都觉得《华严经》实在太令人赞叹了，一定要去好好读一读，发一个菩提心啊！像法师说的，不仅值回票价，也可以去向佛道。好，我看已经有菩萨举手，想要向法师提问。好，陈荣祥菩萨，您可以向法师提问。
好的啊，法师早上好。法师就是华严经那个卷后哈，就是华严经章后面那一部分，我们该怎么修持哈？我觉得好像是密法一样的，这个一个是不会读，一个也不知道该怎么 您所谈到的是那一个这个华严字母吗？对，华严字母站后面。啊哈，这个好像很神秘哦，好像是，对不对？哦，其实华严字母我们可以把它略回到英文的发音了。其实梵文的发音它也是有母音跟子音的这样子。那华严字母它所呈现的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字母，然后它能够产生哪样一个功德？那由于这个功德非常的殊胜，所以到后来它合集的时候，就是用这个梵呗，然后跟着观想的法门呢，透过唱诵跟观想的方式去相应到这个菩萨的种子字。哦，所以也不要把它觉得很难。事实上，这个资料我们找得到的，我们可以先从音入手，就是先从唱。然后能够唱的时候，你能够越来越摄心的时候，再从这样的一心合集，然后慢慢去观想到那个梵字，那个梵文种子字，你能够观想到的时候，再慢慢的深入到这个诸菩萨的境界。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是密法，其实它是显法来的。OK，好，感恩，谢谢，阿弥感陀恩佛。法师，阿弥陀佛。好的，Mark 菩萨，哎，Mark 菩萨，您可以说了。法师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师，因为刚刚提到华严经最主要就是初发心成正觉嘛。嗯哼。那菩提心里面，今天很可惜，就是时间如果有3、4个小时，法师就可以把39品都介绍一遍，最起码我们就知道说他到底在叠功下面。实在有时候就是读经本身很困难，可是嗯哼。像我自己是有去背诵觉灵菩萨记，觉得那个蛮受用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要把初发心这个菩提心呢，放到华严经这边来修行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有人就是建议说，如果说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那就是读进行品，或者是法师刚刚一再强调的，就是普贤取菩萨的那个行愿品，或者是他的10大愿。那像我们在修行华严经的时候，就说怎么样能够掌握到菩提心跟普贤行愿品或者进行品？或者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就是说入门把菩提心这个部分来加强呢？阿弥陀佛。好，那谢谢提问。对于菩提心来讲，其实就是我想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先慈悲自己，我们知道如何能够善待自己，然后怎么样的对待自己是舒服的，这样的一个点，自己能够舒服，自己对自己的语言能够怎么样接受，然后能够对自己柔软的时候，然后用它来先能够利益周围的人，让别人认为你的心是良善的，是美好的，跟你在一起是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也会因为先认同你的这样的一个心，会先认同你这样的一个非常柔软，然后非常和善的一个行为，而愿意跟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回过佛菩萨的一个什么四摄法，爱与力行同事。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是认同自己，然后把它分享给别人，然后不断不断的瞻仰，然后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打从内心的能够去跟他在一起。哦，诸佛菩萨他也是有这样的去呈现出来这种菩提心，所以我们看到诸佛菩萨或看到善知识的时候，就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很愿意跟着他们一起修行，这就是菩提心的一个力量。非常感谢法师把菩提心这样具体化出来，让大家有一个着力点。
好，看看我们还有没有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最后一个问题，要不然我们就要准备做结语了。好，那由于时间关系，可能我们今天讲座就要到此了啊，真是非常遗憾啊！就像马克布萨说的，如果能够再多几个小时，请法师把每一品都介绍一遍，那真是会非常的殊胜，对大家修行也很有利处。那法师就请您带领我们大家回向吧。好的，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再次感谢法师，大家向法师顶礼一问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今天讲座就到此圆满，下一时间，同一时间，我们再见。